彩铃，敢是天寂寞心人太过单纯。所以邱玉梅讲我卖赢，那你意思是？是泰国甲邱玉梅讲，伊嫁伊的人是你妈。拜托，你卖只电话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我想开怀疑啊！既然邱玉梅叫泰国三镇出去啊，那呢意思我嘛袂阁等落去啊，我将马上回去替伊打一支强心针，叫伊赶紧行动，拜拜。哎，阿姐。林先生。你好。李嫂，你嘛在家？诶，不然做伙饮一杯啊，阿下班。是的啦，我托有代志，爱等伊无闲，林刚啦吼。哦，拜拜。哦，再见。阿姐，小姐。你家己一人来啊？系啊，是我。来，你遐饮一杯啊。安那有啥问题？顶一届我介绍予你迄罐沙克，你咪惯是无？拢好啦，是讲，我拄只礼拜的时阵才发现讲，我袂记炸钱出来。袂记炸钱那我要紧啦，就当作只家己的餐厅哦，即顿我请。我安尼都多谢你。美女，你看就好吼。我先来无用啦吼，看你想要食啥、啉啥吼，做你甲因讲，唔通客气哦。谢谢哦。叫过来吼，人拢无法度找你的麻烦。林清水啊，你爱面对现实啊，你已经不是过去林清水啊啦，迄林爸有气的吃败啊，早就已经换人挂啦。你就是看无，看我永远都爬袂起来去啊！除非你拄到第二个卢在先啦，唔知影你的过去碰清水之后，你投资啦。欠的比赚的搁较济，你定来讲啊，是运气歹啊，还是有人唔敢来陷害啊？啊，不过大家认真想看嘛。这敢不是爸根本袂晓做生意的关系啊！林总经理，你按我做的，我拢安排好啊。为即马开始，你有一点钟的时间。多谢董事长，也请你放心，我会照咱进前讲的约束去做。你有一点钟的时间，会当开始行动啊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爸，真歹势，啊，最近较无闲，请少煮饭给你食。哇，有煮你上爱啉的凤梨苦瓜鸡汤。哦，你真无简单呢，敢挑战你妈妈的手落菜哦。哪敢？哦，小小，谢谢你，鉴定一下。啊，鉴定一下哈。嗯嗯。安怎？受苦还是受伤？哦，那真好啉哈！哦，爸，跳到要搞我创治的哦！哎，你无简单呢。嗯。这煮的这哦，比你妈妈煮的搁较好吃。嗯。我查某囝大汉啊，会用嫁人啊。嗯。会晓煮汤，就用嫁啊。这煮食哦，就敢做人的道理同款。你若无迄个人生的经验，都煮袂出这种滋味。亲像即马爸看你安尼哦，事业成功，爱情顺利，国外哦，佮对你遮尼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幸福。都敢亲像这往来苦过个同款啊，辛苦而又甘嘛。爸。真多谢你呢！啊，我之前和林明德反背，啊，拢是你伫陪我，安尼鼓励我。今仔日哦，我才会当重新站起来。多谢你。哎，公姐，迄嘛是因为哦，你有够勇敢嘛。哎，对了，我今仔日哦，有拄到林明德呢。伊既然早来甲我讲哦，来甲我回信咧，佮我忏悔。我咧想。伊是毋是有一点仔觉悟啊？真的有可能啊！伊若会讲哦，这世间就无歹人啊。唉，伊也是甲较早同款，为着家己利益，轻骗别人感情啊。伊都拢已经结婚啊，敢问外口还佫找人啊？你敢会记得之前伫阮公司上班杨彩云？我知啊，以前是你的同学啊。爱敢毋是你信美集团伫遐做工课？伊会去信美，嘛是林明德骗伊去的。啊，即卖林明德利用伊的感情，两个人毋知咧计划啥呢？唉，啊，搁有啊，杨彩云为着要做林明德的太太，竟然含害死给加分的，还加分哦，险啊精神错乱。啊，即卖利用煞都甲人挂出去啊！哼，我才想讲哦，这明德若好啊对待加分，卖阁做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的确我可能原谅伊。这个人哦，真正无救啊。嗯，我这世人哦，是无可能原谅伊的。好啦，当你即马都要甲国华结婚啊，以后哦，伊若阁甲你高高低，你就叫恁翁哦，甲伊修理就好啊啦。啊，我是烦恼，唔知影阮的婚礼伊敢会走来乱啊？是咧烦恼啥？你唔知恁爸爸做啥？以前做警察的呢，我会叫我警察局遐朋友哦，门口甲恁顾咧，看到伊来就甲伊呼出去，哈。多谢。小平啊，阿你都别结婚啊。爸爸一届哦，一定把你婚礼办甲足成样。想无哦，麦当安慰你妈妈在天之灵。多一天我若回去的时阵，拄到你妈，对你妈妈较有交代。爸，什么回去啊？你该陪我照顾照顾照顾的呢。爸，你是哦，袂当因为甲我嫁出去了，啊，着家己的世界游山玩水，拢无要插我。哦，无定着呢。嗯。但我起码真无简单哦，才找到一个接棒的人，还算 D H 的呢。然后这个人来哦，我以后我想要来去倒位佚佗，我就来倒位佚佗；我想要食啥，我就用去食啥。
较免哦，有一个人在我身躯边安尼，嘟嘟嘟，你啊细细念哦，吼，念咪讲我做这对身体无，我食这样身体敏感。爸，我安尼念你，拢是为你好啊，对不？啊，我若寄出去了后，你也是同款，爱甲我报告你今仔日所有嘅行程。啊，出去佚佗，一定有人做伴，因为你的心脏无好，一定有人伫个身躯边照顾。啊，佮我，迄烧肥烧油的物件拢袂用食，迄对心血管真正无好。我知啦，我知，莫佮讲啊啦。我知你拢是为爸爸好诶啦。你即马吼，啥物拢莫想，做一个上水、上幸福的新娘，安尼就对啊。哦。爸。就说我要嫁出去了后，我嘛是你另外的查某囝，我也是哦，会同款念你，管你一世人的哦，吼。唉，可怜呐，可怜的国华，以后你离身躯边哦，你来家讲个细细念，伊唔知冻会掉袂吼。喂，伊的嘴哦，比我较贤的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我错袂记你，伊比你搁较贤提。来，我先来吃饭。吃饭，吃饭。来。爸，这青菜爱加食寡。好啦。我已经派出道。嗯，我才无请你咧派出道。我哪有？我当然冇食。这哪会出了？明明是同一个 case， 啊，不过报账的金额敢那有出入的？我看卖。哇！对吧？嗯。等等。哎，邓姐，阿妹下班搁在报应啊？嗯。下班。哎，小刚，小姐，你做位来吧。免啦，等伊食就好啊。明仔歹势啦，你家己去食就好啊，我过来无用。啊，恁是伫无用啥？恁在查小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之前甲发现公司的小包怪怪的，阮即摆在查销，看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啊？姐姐，你是业务部的副总，即摆人才部长的工课你嘛爱到处理，不过真正无闲，应该替你加薪才对啊。哼，我毋是伫管财务部的工课。我是发现业务部的 case 啊，有几个甲财务部无啥共款的，雄雄看像符合啊，啊，不过详细对起来，佫敢若有出入，所以才甲加分的研究，到底是倒位出问题？啊，敢会是杨彩云伫的时阵出现问题啊？嗯，杨彩云还袂离开公司进前。业务部所有代志拢是伊在处理的，伊若真正想要变鬼变怪，不瞒我甲嘉芬，这嘛毋是无可能代志啊。飞天，不管是谁做诶，我一定会甲抓出来。姐姐，看你为着公司的代志这样尽心，我真正就感谢。安尼查出来代志就麻烦你啊，小贝。我巴肚就枵的，我先来吃饭啊。嗯。那有需要替你找什么物件转来无？我已经请秘书替我买啊。那我先来吃。
小芬，我去业务部提几块做来回来，你先挂。林正，啊，你不是要用？安怎？改变主意，要跟我做伙来吃饭啊？你是今日带一笔空，就给不会消灭证据哦？我是有什么证据通好消灭啦？难道是你？只要你有热心，要倒插潲。你想要替你妈妈先把路铺好势，何小芬会当让你妈妈回来，才在部长的位置吧？我才无参照你这样的卑鄙，是不是要让妈回来是小芬的决定的，不是我当西人。你会当安尼知影就好，你应该真清楚，你妈妈之前有侵占公款的不良记录，伊若真正想要回来，我这个做总经理的是无可能会答应。你们做才华良才的，真正危害公司的是你跟杨彩云，不是我跟我妈。我实在是做冤枉的呢，你可是妈是唔肯相信我。你两个本来就是狼狈为奸啊！你两个一个是总经理，一个是业务部副总，你一定是趁职务之便逃了暗去，我马加分的变鬼变怪，我早晚会把证据找出来。我这个人做代志一向拢是公平正大，心中无邪不怕鬼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嘉芬是我的太太，你卖利用职务之便，想要吃伊的豆腐。好啦，你无闲你的，我来吃饭啦。你们俩，等我若找到证据，我再看你搁笑会出来无？那时阵离开公司，一定有问题。到龙口了，向你道好。这邱正贤真的是阴魂不散的。是讲，我拄仔好有当趁这个机会，有杨彩云那小查某知影伊代志严重，计甲钱拢偷偷出。叫你顾啦，你看你，
车站前分钟我到这来，你即马在你家厝边啊，巷门外口，你伫后壁迄台车边啊。真是。假把寻无代志做诶，免加甲毒药缀甲倒。老公，你明明知伊伫军装里，你是拢要约我出来啊？就是因为代志做着去诶，我才会赶紧搁你做诶啊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则去找张斌时阵，看到伊甲邱振贤在查公司诶小白，伊敢已经发现迄小白有问题啊。咱之前为甚物好个钱，毋是拢伫个你爸迄间联络公司户头内底？我就是惊讲，伊若是真正发现甚物物件，万一到时阵若是冻结咱之前迄笔钱，万一咱就真正甚物拢无啊！伊个动作应该无遮紧吧？这就无一定啊。你讲伊个邱振贤，到即摆还是毋肯帮咱耍？我的卡，伊真正是有啥物证据啊？所以才，但即摆咱还够有时间，你赶紧把迄个钱哦转出去，想说把所有的账户资料全部拢毁掉。阿兄的钱是要汇去倒啊？我已经用我的名开一间香港的境外公司，你把所有钱拢转入去这个户头内底。你应该就袂这么紧，有发现？转去你的户头，我办。为什么办呀？钱伫咧我家，你过来找我。我若是把钱转去你的户头，谁知你是不是敢买啊？甲塌伫边啊？当然袂啊，宝贝。我之前做出一挂伤害你的代志，迄拢是不得已的。我是为着咱的未来在设想的。你哪会当安尼误会我？你大平你安尼讲？我当然安尼讲，因为我是真心的，宝贝，我安尼做，拢是为了要保护你甲宝宝。你敢知影邱振贤，伊怀疑到你个头壳顶啊？邱振贤若真正有证据，你怎个警察抓我？伊我是无，我是毋知影。不过伊若是继续查落，早晚会查出问题。那你到时阵？你若是要发生就袂好啊，宝贝，你别讲啊，我敢有可能让你冒这险？明德，起码这条钱已经有够两个人生活，我看咱两个人不可离开家啊。宝贝，我够无够？宝贝，你莫袂记啊，起码不是干咱两个人，还有咱的宝宝。我一定要让咱的囡仔以后会当过好日子，所以你讲，我哪有可能让恁我囝两个人吃苦的？老公，我拜托你过恁的一个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，后个月甚物第二代两亿的一笔钱，只要这笔钱咱若是摕到，咱就会当去做咖啡啊。是，赶紧把钱汇入去我的户头。第二，就是赶紧把小白资料全部拢毁掉，啊！宝贝，我拜托你别搁想啊啦。迄邱振贤，可袂得甲咱银行拆只路吧？代志若是真正变空，咱就真正啥物拢冤枉啊！
经理，就照你拄则讲安尼走。郭明德，你这个是袂让我搁失望啊？你是当然的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阿伯，你对我真好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甘为来好好对待你啊。邱正贤，叫你要准备点咱的礼丢，安尼等下你就配合我，我帮我跑出去去可以吗？我知啊。明德，你替我解释，我不是超工，咱对台加分的啦。明德，你赶快办。我给你丢，而且我嘛有反省过，我只要无应该万度加分，我拜托你跟我登去信美好不好？你做出这样子伤害加分的代志，即摆阁求我和你登去信美，不可能！你哪会用我卡呢？明道，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慢点啊！我只要跟你这样子去做，我挡住啊！明道，叫你放心去，我听到啊！拜托你，替我把加分给我一下。哎呦，明德！哼，恁两个一定是知影我伫遮，再挑工搬戏，我看。哼！要拜托你，你来加班讲一声啦。你卖来去甲动手哦。明德，我应该颁奖给恁两个，那真高兴啊！周正贤，你来伫遮。你群众话，林明德，估计就无成啊！你早就已经知影我伫遮，所以才挑过一半戏，我看到啊。邱正贤，拢是因为你，我叫人挂出信的，你到底是要安怎啊？马太宇，你到今仔才悔改哈？你家己给人挂出去信的，搁怪别人？明德，我只要你一时糊涂，我拜托你，替我甲这份讲一声，拜托的啦。不可能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即马马上甲我离开，后回如果我看到你，我绝对报警处理。明德，我走。邱正贤，其实你无需要对我这么辛苦啊。稍落来，我要回去公司啊。好啊，不过我提醒你哦，鸭卵较慢毛胖，你的尾溜得要缩出来，我等你。Anytime。平理也想要对付我，还够早嘞。真欢喜的，当然嘛是你关心的代志。你要结婚啊？不是啦，不是我的代志啦。你有看麦？我今日居酒屋拄着啥？拄着啥？你讲啊。啊，我心情好有。
喂，你今日火气哪会这大？啊，无啦，无用几工啊，忝啊。哦。我拄着啥？啊，你莫讲。邱玉梅。MTT 是好消息。啊，有啥物通我讲啊？因为这件代志跟你有关系啊。哎，拜托啊，你要讲归去紧讲讲的，莫安尼吼，你问一下，我应一下，啊，再搁讲一下。好啦，就迄个 MTT 啊，今日为台北个办公室行出来时阵，去拄着我，伊就一个面安尼恶嘟嘟甲我讲。你嘛赢啦，所以哦，明星伊就咧判断讲，应该是泰国甲伊讲，伊介意人是你。吼，恁莫安尼吼，听一个野生一个囝，笑伊咪讲一句话尔，恁就掠咧乌白相。妈，泰国介意你这件代志，毋是啥物新闻啊，是阮的判断真合理啊。我问你啦，你的男朋友那是双脚踏双船？阿丽丽安怎？拿刀劈他？我讲真实的啦。哦，我会闹人个看报的，然后拿刀劈他。你，好啦好啦，莫跟你讲真笑话啦。我男朋友若劈腿，我想我会直接甲伊讲再见，然后跟他分手。咱两个个性真同款。我嘛是安尼做。当初清水啊，偷偷甲别人交往的时阵，我就知影，我就选择来离开。每一两阵较辛苦啦，因为巴肚底有你啊。啊，他即马既然提早我知影这款情形，我就袂阁互家己受伤害啊。遐毋过人生是甲泰国情完全无共呢，你安尼讲对泰国无公平啊。啊，查甫人拢同款啦，差不多啦。这款代志哦，一世人等一摆就是上重要的啊，唔通搁第二摆哦。妈，你对泰国是毋是有啥物误会啊？哪有啥物误会？就参像秋意梅讲的啊，无得看，因两个唔知哪冤家啊，哪搞我牵拖对我家来啊，所以你莫乌白想啦。因两个有啥物好冤的？你要来抓的？我伫看过，因为拄啊呢，可能伊知影泰国要招我陪过生日啦，啊，就伊未知影了，两就冤家啊。泰国要招你过生日，啊，就是讲伊打电话你，迄个查某有啥物资格会用表示意见啊？嘿，咱两个关系是安怎，咱嘛拢唔知啊。无伫看人有迄个资格通好讲啊？哎呦，妈！我拄则敢毋是讲过迄 MTT 讲你已经赢，好啦，就准讲今日迄 MTT 无甲我讲即句话，你一定嘛最清楚的。伫泰国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个，而且明星伊毋是黑白讲的，嘛毋是黑白要的呢，是泰国今日咯亲嘴甲伊讲，讲今年的心情吼完全无同款啦。伊已经有法度放下伊对过去迄种感觉，伊嘛有法度重新搁接受新的感情，所以毋才马上敲电话予你，希望你能陪伊度过生日。安尼还无够清楚。啊，甲伊约我过生日，这个有啥物意思？哦，妈，你是毋是去遐念弟弟气到鬼拢冻戆去啊？好，过生日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无代表啥物，因为泰国无共款呢。因为伊的过去，伊这二十几年来，伊从来都唔捌过过生日，甚至伫生日迄天，伊拢一个人走去避开呢。啊，不过伊即马，伊打电话予你，希望你能陪伊度过生日，这个无代表啥物，哈？啊，我冇想过，无得个是我误会太过啊啦。啊，不过秋伊没有甲我讲，哎呦，迄念弟弟佫讲啥？伊是甲我讲吼，
叫我卖个时间浪费一个无可能的亲像啦。阿公，查甫人吼，家家唔拢有这红粉知己啊。不过伊到尾啊，总是干那一个选定俩，会拣一个俩。啊，而且讲我甲泰国会用安尼做朋友，算伊上大牛步啊。啊，讲拢是废话啊！要跟我讲啥嘛？爱哥甲我讲，啊，迄人从我心里就复杂，袂记得，袂记得，我袂记得，袂记得。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无拜托你，你去想一遍看卖。伊敢有甲你讲过，伊甲泰国已经咧交往啊？无啊，你去互骗去啊啦！啊，你敢无感觉伊讲的话拢是迄种模棱两可的话？伊的目的哦，就是要互你误会泰国。嘿，和你讲个到底吼，啊，讲到我即马咧吼，搞不清楚诶，到底是啥是啥，我哪才对？你即马徛在遮，你当然嘛搞不清楚。你若想要搞清楚，你就应该直接问泰哥啊。哈，我安尼走去问人敢好？这有啥物无好诶啦？诶，回去你礼物嘛袂送嘛，啊，你着用送礼物去找泰哥啊。安尼哦，系啊。安尼这敢好？怎么刚好这一季呢？去换衫啦！去换衫啦！啊，季呢还多嘴，季呢哪季呢？快点，快点，我要睡了。这里点我钱，还是餐厅的，会给你什么事啊？家己。我讲你心情袂歹嘛，家己一个人饮酒饮到这尔爽快。都是艰难气候呢，对。而且哦，卖了真好。哎，我有兴趣呢，到处买，小豪宅，我有兴趣啊。我小小的陪你。真真啊，啊你小小的陪，是因为你体建材比人较俗，还是头工捡了起的？那别乱讲啊，我哪会头工捡了？我是规格个标准，我是较低的。哦，啊不过我安全拢符合标准的，放心。你今仔日毋是敲电话，甲社爷借钱啊？社爷拄则较早呢，伊讲哦，你的工程偷工减料，防减去啊，可能会破产。你叫阮大家啊，你看到你小闪一下，惊你会借钱啊？哎，你啥意思啊你啊？你来甲我讲这啥？你要看我笑话啊？清水兄，做人较实在咧。卖无钱，搁爱碰风。酒钱剩起来较欠咧，过去嘛是林当处长，啊，即卖四界借钱，有较识面子呢。歹势，无阮先来走。我过期当，我即下无咧当处长，有啥物过期当？我讲，我三条尾就开公司做头家啊，我是赚啊，唔知要怎开啊。后盖就卖找我借钱。就是，你就是，嗯，啊，麻烦你卡细声的啦，别有人客啊。人客安怎啦？哦，我找我借钱哦，我来讲，我钱真多，过来啦，来，过来。江泰山对你没信任的啦，啊！
就爱我担头，甲人转钱还唔兼保证，这个工程才有法做提转来呢。我受遐尼大委屈，我就爱甲你报告。你工程吼，偷工减料、人掠包这个代志哦，真紧就通人知啊啦。你甲泰国你是伊的协力厂商呢，啊无你安尼做，你是要叫泰国安怎甲这业主交代？江泰山，大家拢把你当作是神同款，惊得死你，手要把你拔筋。啊，讲着较无水的，你嘛是乌条底那流氓啊！你凭什么做应做？李子，搞原本的合约内容。念给你听的。是。合约内面写第六条。每一条合约啊，我拢真清楚。我嘛知影你要用倒一条合约甲我解约。歹势，这个合作无成功，我嘛感觉真遗憾。也不过你嘛知啦，这个业主不是我。就算讲我相信恁。我嘛无法度甲恁挂保证，恁来办。你是我了不起，对我个李三拢徛你一边，再先嘛找你合作。我甲你讲，我知啊，一定是你伫个我背后甲我注射，大家才只听你。小陈不是讲阿姐伫只起酒笑，那也无看伊人啊。啊，敢是两个啊？我出去外口看卖。爸，阿伯来喝水，喝水。阿伯啊，你看我给您爸爸搬到这儿来住，会不会让您给妹妹觉着不方便啊？不会啊，对，这当然不会啊，对不对？阿佩是我儿子，搬过来跟儿子媳妇一块住，哪有什么不方便呢？我就是觉着你跟清水现在闹得这么不愉快，万一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肯定会不高兴。小两口夹在中间难做人嘛。哎呦，老婆，你顾忌太多，想的太多了。阿佩是我儿子呢，对不对？再说这二十几年来啊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相处过啊，这一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让我去弥补过去对他的亏欠感情，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要把握住。你管邻居谁在想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争这个了。啊，对了，阿伯，我跟恁爸搬过来的事情有没有跟明明说啊？啊，明明呢？啊，明明还没有哎。对，阿伯，爸同讲，公婆讲哈，互相尊重哦。我安那讲，你是一家之主呢，哦，各行代志，袂用你讲听恁某的。啊，那以后吼，你若安尼各行代志啊，拢互恁某去头的人安尼平平来行哦，后日啊，你就排过恁，是噻？嗯，好，那提了吧，来。提着我，莫提就提，提爱晓得做。你啊，爸还是在烦恼嘞。我咧烦恼啥？烦恼讲我甲恁阿姨以后若等去带了吼，你啊，互恁丈人爸安尼阿死死都废去啊。哎，我来。你还说来到这儿跟儿子培养感情嘞？从你坐到这儿呢，嘴都一直没有停，一直在那念。哎呦，老婆，我念是为他好呢。你看看那个阿伯。他人个性那么温存，对不对？明明那么强势啊，我怕和阿伯什么事情都依他，那就不对了。哎，这都啥年代了，你还在那儿搞大男子主义？
阿白要真想听你的话，那跟明明两个人呢，那架都吵不完了。啊，吵就吵嘛，这样子也好了，让林清水跟月娇知道阿白不是好欺负的了，省得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对阿白予取予求。我能不能拜托你，不要把你跟林清水的不愉快牵扯到这两个年轻人，好不好？现在月娇跟清水已经对阿本不谅解了，你这样一搅和，那他两个对阿本不是更不谅解？你管他的谅解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非要怪他自己啊，自己在做生意不实实在在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跟他拆伙啊，这关阿本屁事啊，这啊，无了爸，你是卖生气啦。啊，明明爸妈真正无咧怪我啦，这真正无咧怪我。好了，阿本，你也不用隐瞒了。清水跟月娇的那个个性，俺两个都清楚嘞。哎，我看他们知道俺在这儿住，肯定会找你的麻烦。要不然这样，我跟恁爸在这儿住，你跟明明先暂时搬回到大姐那儿住，你看好不好？啊，这。老婆，你神经病了，啊！你说我们搬进来住，然后叫阿边夫妻搬出去外面住，那不就等于我们干脆自己住饭店，那不是一模一样吗？哎呀，那我不是担心两个孩子吗？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以后这个房子里面就是我们四个人住，不管谁要搬出去，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，不然不走。啊？好吧。那就先这样，先试着住一段吧。啊，爸，咱时间差不多了呢，等一下要去找迄建商啊，讲迄无合格的建材退回本地啊。你讲到这個，我倒是受气啊！这拢是恁丈人爸爹母的出头了，都无价买，都爱咱来收的，气死人，唔知安尼。做什么？还有。那个到时候建商会不会不给咱退货呀？我看那个建商好像不太好说话，你要不找姜泰山跟着一块去帮忙处理一下？哎，可是阿姨，那个丽莎说泰国今天一整天都在忙哎。这样啊？哦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找明星一块去，他跟姜先生那么久了，在台湾处理这些事情，应该还有些方法嘞。哎，对呀，这样子也好。啊，阿伯，那我带你看点我明星歌好了。那个，我厝的饭已经煮好啊。我看你招别人去跟你过生日啦。啊！你认为我应该邀请什么人跟我庆祝？你应该真清楚啊，怎奈你问我？陈俊阳，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刚才说，我请教你哦，啊，你兄弟做甲真棒啊，对？像啊，像我的生意啊，对呀，你啉酒醉啊，我叫文生上来等。江先生，现在那个卢赛先合作啊，恁两个人就是那点酒等我的路着。好了，来，你这个我泡掉，马卡的酒来，啊，唔通安尼酒啉袂？就那气家动手了啊！人诶，惊你，都是因为你有恶毒的背景。人毋是欢喜干嘛？你知无？啊？甲你笑办过。嗯。你搞恶毒啊？啊？我讲，我咧生你就我拍门几落十年咧。我讲，我学白龙洞，我五好帅，我全朋友啦。你唔通做甲受超过。啊！无我，你敢出手？你有较清醒无啊？我要告你上海，我找我的律师。好啦，我无兴趣，都只看你起酒笑了。
绝对不会搞。甘先生，甘先生，甘先生。今晚来，你手老火呢？无紧啦，小可代志。我清水啊，啊，今你今嘛是安怎啦？啊，酒啉啉嘞，走来泰国办公室里遐哩乱，哈？哇，你唔通会偏激啊！你甲看啦，伊哦，伊过来就会食你狗狗，哼！伊就是安尼一步一步吼，要甲我辛苦打拼，全部拢抢去。清水啊！啊！今仔的母囝呢，是你家己做得来啊！你可得怪别人。哦，你就是哦，去介意着你着，才来替伊讲话。哦，哥，李三来做伊员工哦。吼，我讲哦，李三是我家己生的仔仔呢，啊，你唔通袂记的，我是李三的老爸，唔是伊。你若是要做人老爸，你来做会起。家己心内有做做唔对代志，酒啉落起酒空，走来才大细声，你是做唔是款的呢？有啊，好啦，伊啉酒醉啊，唔知影家己在做啥。我做亲戚啊，我讲，我知影大家都看我无啦，尤其是恁两个。亲戚啊。泰国一定有你足侪摆机会呢，是你家己袂晓好吧？你若阁袂讲我吼，以后我就无可能阁替你公正啊啦！你免替我公正啦！我啉清水嘞，我有实力有才情，我人面足宽。嘿，安怎？我讲我三十岁出头，我著趁钱，趁啊，唔知要安怎开啊！哎，我该讲啦，迄当阵我一直找你。我来找你，找你，找，我就是找拢无。啊，若无我保证给你用我富贵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来来，想想对对对对。卖个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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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讲，喂，阿英啦，你讲传你回去啦，来，出来再讲，你要困啦，我不爱等啦，来，我等我，行我，行我，来来，丽华，你等丽华，就去将我讲啦，丽华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阿姐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，进来。啊，你家这服务好，我来接你。喂，阿斌啊，想到什么代志？我安尼哦，好，要么我你来等我一下，我先把店面代志处理好，哦，嗯，好，好，来。进来。你替我送阿姐回去啦。好，阿斌讲伊即摆要甲建商话讲退货的代志啦，希望我会当陪伊。好，阿祖你无闲，我送你姑回去好啊。好，好阿姐，我先来去啊。好，系系，你姑行好啦。我送你回去。好，别别坐，别等等伊啊。来这边。无麻烦，收我啦。啊，收我啦，遐外口啊。阿哥倒位受伤无？拄只卡电话给你拒绝了，有啦，食啦，一点仔受伤啦。哎呦，我即马就是来这甲你回信的呀，歹势啦，我误会你啊。我伫迄天我来这找你的时阵，昨啦，啊你门无关，我就看到。你甲柯小姐两个人做伙，我俩准你两个做阵啊！哦，你看到我甲伊安尼啊？哦，你误会讲我甲伊，我就是恁做伙啊！哎，后来哦，我做人失败啊，
你给他当作一罐人，啊，歹势啦，莫生气啊，哎，哈哈，礼物收落来，这是Lisa特别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我讲叫我都要亲手交予你啦，啊，啥物是Lisa准备的？嗯，哦，伊足用心去拣的啊，这礼物吼，一定足适合你的。 拍几看麦，麻烦哦，叫伊免准备啊，我无咧过生日啊。啊，你朋友足济，大拢想要甲伊过生日啦。啊，既然你无要过生日，连这人要礼物你也无要收啊。我一个人哦，生活嘛过了惯习惯习啦，无人吵嘛是一种幸福。 啊对了，你拄则敢毋是讲你应该无代志？你先去无闲啦，免废话了。大哥，我听明星讲，当年生日时阵，你落去游乐园食汉堡，搁食炸鸡。来，这兑换券吼，就是这个游乐场用去食汉堡，啊，甲炸鸡兑换券。 啊，有效期限是一年，因为你生日，我先陪你去吃。你若想要家己去吃，嘛无要紧啊，免勉强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，我先来走啊。 你巴肚枵啊？我要你陪我过生日，跟我来去吃汉堡和炸鸡。我惊大哭嘞，啊不，我点沙拉，你吃汉堡和炸鸡。你先陪我吃了。 你若是惊大哭，我才陪你去散步。嗯。有你甲我做阵飞，起起落落是暂时，真正坚持一定会出头天。心内一句话，望你来体会，等待成功。 喂，阿斌啊，这酒店是无包厢的哦。爸，这不是酒店啦，这叫做 lounge bar。哦。哎<笑>、欸，你看伊坐台小姐啊，穿甲安尼，那袂输迄篮球队的啦啦队咧。爸，因这不是做酒店的啦，这叫做酒醋小姐。 你刚刚在卖酒酿，你看有无？我在卖酒酿啦。哎，明天。哎，卢总。明天。哎，潘姐。好，你走就走啊。哎，别了，别了。哎，别了。对啦，别啦。那明星都到位啊，啊，你约个课程是约几点啊？哦。哎，爸。 过等钱啊，等钱就够啊。哦。哎，阿伯，哎，科长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帮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阮公司的负责人，吴董事长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林先生。科长，你好。 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您公司换负责人了。啊，
无啦，是安尼啦，确实是。啊，即个林清水吼，进前是到合股，伊只不过是一个股东尔。啊，伊即马退股啊，公司吼，拢总即马我一个人在负责尔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是安尼，科长，进前阮公司吼，甲你进了一杯钢筋，啊，因为放数不足啊，啊，即马拢袂当用啊，所以今日啊，咱邀你来吼，就想要甲你讨论迄退货的代志啊。 回笼已经真难，那样个退。啊，无啦，柯姐姐，啊，我着进前吼，阮公司甲恁买即个钢筋啦，现初是阮阿用袂着，啊，阮即个意思是讲吼，钢筋安尼退行哩，啊，只要安尼照原本我甲你买个钱，八成，你安尼退行阮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鲁董事长，请你莫为难我，我今日来就是要甲你讨论即批钢筋的代志。 我一个单亲爸爸，非建材行，嘛是真辛苦，啊，大家将心比心嘛。确实啦，清深水公司哦，除了小豪宅以外，还佫有只饭店的工程啦，哦，所以为着要感谢你即个对阮的体谅，以后我一定继续佮你合作。我呢啦，即、這個、小豪宅的钢筋的部分哦，伫八成体用阮，其他的两成。 当作是甲你赔偿，哦，啊，这饭店建材的部分哦，我尽量为你遐叫，绝对袂让你吃亏的。你讲的饭店，敢是祥泰营造迄个 case？ 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啊，都有诶部分的工程吼，我已经有甲承包啊，合约嘛，拢已经签好啊。是啦，是啦。柯先生，拄则你讲你是单亲爸爸，所以一方面要照顾囡仔，另外一方面我经营事业一定出无用。 所以，阮要退行你去批钢筋吼，我会家己派车载转去给你啊。啊，那这个工程的建材的部分哦，啊，明仔载就请阿斌归去你啊，列一个清单，安尼好不好？哎，可是，拜托，小刚斗三工钱。讲实在的，我就是惊麻烦，惊了钱。啊，既然你拢替我想好啊，我嘛真介意继续甲恁合作啊。 哦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啦，多谢！哎，明星啊，我看这小酒无够咧。哎，今仔日看你嘛，就拢无要紧，拢算我的。哦哦，来来，客气啦，客气啦，客气，小姐姐。明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客长，多谢呢，和你走一转啊。会啦，大家。哎，以后咱就合作愉快啊，哈，合作愉快。 妈妈，我一罐威士忌还佫有两个杯啊。我讲中风，我阿妈糖尿病，而且我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开啊。我佫有一个阿兄是重度智障，而且哦，我佫有最严重的心脏病的。你看，我的药啊，是用炸在身躯顶的。你这可怜哦，啊你有心脏病，还佫在做酒助小姐。 无啊多啊，啊，我即摆就干那一个人咧，拍拼趁钱。帅哥，卡叔，你想要甲我斗三工？无，你就多买一罐酒，安尼算是甲我打气加油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迄无问题啦，只要吼你有我你的手机啊号码，今仔日我就来加交关几罐，好不好？再见。哎，帅哥，你真正真好，做阿三弟的呢。 我即马来去提酒，等下我就甲后背互你。好，给你，给你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拜拜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多谢。哇，拍谁啊？宝弟。 两首啤酒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好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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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敬你。哎，来，我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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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啊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离开。哎呦，不会过你妹哦！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今天的笑单。来来来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多谢哈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，哎，科长多谢。
哎，顺家啊，顺家，顺家。哎，明天啊，哎，今日何正英来跟你说多谢你。哎，是讲哦，你都伫江泰山遐替伊伫换餐厅，无我一定甲你叫来我的公司哦，做总经理还是做副总？副总，哎呦，卢大叔你话，我咧收客气啊。对对对。哎，其实讲来讲去哦，都是泰国哦搞错人啊。你讲到江泰山，我才咧想着，我大陆一个查某囝，就是阿伯因小妹啊。啊，规矩哦！我安尼甲叫来台湾哦，对江泰山来学做生意咧，对吧？爸，你咧讲生肖，妹妹敢愿意啊？那有啥物无愿意啦？你可想看卖，伊一个人伫大陆嘛，不是办法啦。我甲恁阿姨啊，拢伫台湾啊，伊嘛是无聊啊。我甲恁阿姨参详看卖咧，哈。哎，欢迎欢迎，好，哎，卢老师，我给，来阿斌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来，干啥哩？Hello， 三位帅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茹。下菜冰块吗？啊，没，你叫谁？小茹。对啊。阿伯，是有什么代志？是。无啦，我安尼看到你哦，都想到我带着我查某囝啦。阿伯，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好爸爸，你一定就疼惜你的查某囝的吼。我爸爸疼惜的囡仔。一定就行了。我你哪会讲安尼？哦，因为阮爸即马中风，住伫个病院，为着医药费，还佮有康复的钱，我逐工哦，拢爱来即个所在趁钱。看到你身体遮尼健康，会当坐伫遮佮朋友开讲，我就想到阮爸，我真正就希望阮爸会当光阴好起来。安尼，咱就会当参像较早同款，出去踅街、看电视、开讲。对啦，迄时大人吼，若伫个破病啊，做事事都较辛苦啦。哎呦，还是讲恁兜拢无其他的人个哦？我妈重度智障。阮哥糖尿病，脚都锯掉了。今麦厝内底就干阿剩我一个人咧趁钱，有真侪社工咧苦劝我，叫我一定要甲阮妈送去疗养院。但毋过我毋肯啊，我真正无想要甲伊分开。安尼讲起来，我们也足可怜的。就讲哦，这个钱哦，多多我给你灌烧酒啊，那剩呢，谈好提，给你爸爸朋友以后，也谈好陪你啊，你做回来照顾你妈妈，也够有你阿爷在哦。无啦，阿伯，这车袂当收啦。太太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收起来啦哈。这。阿伯，多谢你，我替阮厝内底人，甲你说多谢，谢谢，多谢你。哎，你是？你兼讲一项啊？你毋是有心脏病？对啊，我有心脏病。有心脏病的人哦，拢会把药啊扎伫个身躯边，啊，你有药啊？有啊，把刚刚大姐请过边啊。哎，明哥，你这是怎么？我有用心脏无啥损坏。啊？哎，有啊，就我讲。哎，不，你。有好嘞，水好，柠檬口味。那恁我嘛试食看卖啊，好啊。我是葡萄口味。
你真正足奇怪的呢，食人药要创啥？真香啊！小薇小姐，你大概讲话台词哦，拢无同款的。啊，你若是拄到同款的人客，你唔着别空啊。你应该讲，阮阿公中风，阮阿妈糖尿病，啊，阮爸妈已经过身了，我还佫一个重度智障的阿兄。啊，对，你唯一讲对的，就是你有心脏病。药用。哦，原来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拢是伫骗我。无啦，我是甲你讲真笑的啦。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拍电啊。小鹅啊，哎，你真无够意思呢！你竟然给我假手机号码啊！哎呦，帅哥，我人伫咧家，你敲电话要创啥？创啥？你真正当作我潘娜的哦！我拄只看你给别人的手机号码，哎，那拢狗拢无同款啦！你即嘛是咧好装笑的哦？啊！以后我只是酒醋小姐，你莫搞我为难啦！我要下班啦！哎，要下班会呢？甲钱我？什么盈利啊？哎，你酒哪里买嘞？我付你的是几若千块呢，除了酒钱，剩的你拢用我。我不爱啊！啊！听我，我求求你了。是。哎呦！经理啊！你啊！你即马把钱等在涂骹，你真正是真正假死的啊！滚！朋友啊，你安尼出手拍一个查某囡仔，安尼真歹看咧。你莫管伊哪事哦。话毋是安尼讲嘛，你酒嘛甲人啉啊，啊拄只人去陪你开讲，你毋是真欢喜？小费啊，莫讲讨啊。就是讲咩，小费还给你那么少。即马是做人无实在，用骗的用假的，我更加是拄好尔啦。哎呀，好，莫遮激动，大家出来啉酒，就是要欢喜的啊，放较轻松，莫遮尼计较。喂！明星啊，唔通你啊代志啦！喂，你今日来看这话，赶紧看！阿妹，去出来，阿妹走！爸，赶紧出去啊！好，来来来。来啊！我手受伤啊，你不要去安慰。我看你的手好好哦。你这查某可能是起来了。哦。哎，我跟伊一点仔关系拢无，这是恁家己的代志，卖牵拖。哎，你别去了。哎，你安怎？归去呀！我这是同款给你，啊，不过你今仔陪我啉烧酒，安怎？哎呦，这有啥问题？这应该安全。你臭伊人哦！拄才应该你搁把我放开，拢听无？我求你呢，你即摆什么态度啊？你拄才一直又一直又又调的，你害我那底下钱拢落去啊！你敢知影？钱搁贪到我啦，性命较要紧。你哦，害我甲人客冤家，当头家哦，一定会去我公司打。我今日拢做白工啊，真正有够衰啦！你意思是讲，拢我害的对啊？本来就是你害啊！我五点就出门，伫店的卖酒，遐几暗，遐暗顿拢无食呢，无简单拄着遐个猪公，加买几啊罐酒，结果呢，即摆啥物拢无啊啦！真正有够衰。无我来买便当回家。啥物食你的便当？喂，你要去对啊？等伊店的啊。等伊店的，
迄阵人哪搁伫遐，拄好给掠走咧。我的包包、乌托邦都伫咧店的，我一定要回去啊！啊，我即马心内足烦的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话啊！你走啦！你本来就无应该骗人，要骗人哦，剧本都背好，无背好，互人掠包，迄嘛是应该啊。你敢知影我赚拢是辛苦钱的？我逐工拢爱假笑面，甲人客塞奶，应付你这种小弟狗的查甫人。我偌辛苦，你敢知影？而且我骗人又搁安怎？我无杀人放火啊！我只是编一个故事，让恁心甘情愿提钱出来，这够遮严重？今日不是我家暴，你的手骨早都通讲断去啊！今日人不是你家暴，我早就伫咧厝内算钱啊！啊，我想要跟你拉勒啊！我拜托你，莫阁一直甲我缀条条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今日家务到底，陪你回去提物件。警察贝贝哦，我好害怕哦！我现在身边有一个变态一直跟着我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快来救我！哦，我现在在中华路二段的 Piano Bar， 你快点派人来保护我好不好？拜托！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警察贝贝，再见！你有听到不？现在我的私人保镖已经要来保护我，而且哦，遐个人也唔敢对我安怎，所以卖个再调调啊！看到妈，你今天要来带，所以特别去买一寡物件俾我恁用啦。啊，你今天就歹势呢，阿红妈真麻烦。等你先客气下，恁两个无来啊，像我甲阿尤啊出不了的，恁今来只给我劳累的，阿什么台阶给你补身体，你嘛先来补一下吼。多谢阿伯。哎，客气下，以后我搁可以替我趁钱的。另外，即马好好休困吼，啊，我来机场要来报应啊。又讲了哈，阿伯，我们来到上港啊。没，你今日上场的任务就是好好陪明慧，其他代志交我，知无？嗯，袂用的啦，你听风拄好尔，免你伤忝。无紧，来小可代志，啊，你若无陪明慧，明慧要安怎？对无？哎呀，爸，我看安尼啦，我甲恁做伙去，啊，恁到时阵哦，恁当去机场无用，啊，我你慢慢烦恼啊。看看你够有力哦，你咪在看一下风景嘞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哎，你别别，啊，行你哦，好，大家一起去哈，好。你今日好啊，休困啊！啊，我累啊，下骹无用。你若什么代志啊？大声讲话，我听着。所以无用。阿伯，来，叫我来上。阿伯，你今日休困啊？
听讲你的脚受伤啊，啊伤了安怎？多谢你关心，我的脚无啥要紧啊，只要好好做复健就好。安尼上好。我是无希望你用这种方式，把浩安绑在身躯边一世人。我吴雪清的好心，不是出世来饲鸡，甲伺候病人的。张司令，我嘛无想要坐轮椅，也毋过你应该真清楚，想做我边间呢？林明慧，你家无说你受伤，莫怪我才来，不敢叫你的大兄来威胁我。我警告你，后界若有这种代志发生，我一定叫警察来处理。不信你就试看卖。张司令，人在做。天在看，顶一遍你害阮大官出意外，今嘛阁害我坐轮椅。我知影你所做的一切，拢只是想要逼浩恩登去你的身躯边。也毋过你敢有想过，你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浩恩若是知影，阁有法度接受你这个妈妈？你把我的后生抢走，今嘛你阁叫伊来这种所在做代志？你安尼做，唔但把浩恩毁掉，嘛把我所有希望都拍无去啊！你知无？唔是我家己抢走的，是你家己逼走的。这么侪年啊，浩恩从来都唔捌感受到你对伊的关心。卡叔讲我那是浩恩，我早就离开浩大集团。林明慧，你们松下。你们冲下！你们冲下！冲下！你是冲下！你给我听清楚哦，这块所在哦，到后边来报警了，你有听无？这是我跟林明慧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。跟我就是有关的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是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搁敢做来这，搁要面对枪声啊！冇紧啦，尽量枪啊，来枪啊！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个所在全部拢成监视器，有在这你叫人放火，尽量放，我绝对报警，全部抓起来，唔是来试看卖嘞。我都已经讲过了，放火的代志跟我无关系。你若阁侮辱我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你阁唔承认？哦，你实在真了然的。你敢知影我甲明慧是安怎唔甲浩恩讲？因为这件代志，我知影伤过残忍嘛。可以知影讲，因老母竟然做种歹代志，做种伤天害理代，你该想看卖。伊讲有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敢有法度接受？江所长，敢袂当请你卖阁用这种手段？去逼浩恩回去，你愈安尼做，浩恩只是离你愈来愈远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你继续安尼做啊，你会后悔一世人哦。你个爹咪？安怎？恁两个是啥物身份？有啥物资格教示我？我唔着是无资格，我无迄个身份。要不你也知影哦，你本来真快乐、真满足、真幸福，无参照你，你有啥？你啥物拢无，我有朋友、亲人，你连你家己后生都无要插你。赚遐个侪钱有啥路？有啥物路用啊？关大舅，阿诺，你讲啥？我就是要讲啦，不是啦，这是我电话啦，偏偏在要讲，我就真心真意，有在叫你干嘛？放屁啊，阿诺！妈，妈，你哪来？变成什么款？堂堂一个浩大集团的总经理，怎么算你饲鸡穿鸡屎，敢照顾病人？你安尼做，你敢有想过？你敢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跟苦心啊？妈，虽然我今麦不是总经理，不过我的日子过了足快乐的。而且会用照顾明慧，我感觉足顽强的。到即摆我才知影，原来我袂用给别人幸福。你安尼放弃你家己，来这款所在做事，阁会感觉真幸福？你就是让林明慧带歹去的。妈，是安怎到即摆你还无法度了解我？你特别把咱母仔袂害责任送给明慧，我是感觉足失望。
你若是要继续用这款态度对待文慧，安尼，请你以后莫再来找我。你抓住我，想要来看你这不成才的后生。今仔日我总算知影，你根本是无药通医啊！你着一世人皆变变鸡屎好啊啦！OK， 变个赛，咪再变出头顶的一笔钱，对不？阿伯，有你可免惊。阿叔，你若心情歹哦，先带明月等去休困，明仔载有工事要交我来处理，以后你妈妈的代志我来当，知无？阿伯，我不要紧啊。唔会，我想你来报应啊。阿伯，我想来报应啊。安尼就对了，去票，哟。主要因为昨个代志，就表现甲遮生分。同款人叫我泰哥，咱同款是朋友。我是想讲，既然你都已经有交往的对象啊，就尽量莫造成别人的误会。无啦，你想想对啊。我所有的朋友啊，不管是查甫也查某，叫我泰哥啊。嘛，无人因为安尼就误会，讲我甲因有啥物特殊的关系伫。除非你无想要甲我做朋友，那安尼我嘛尊重你的意思。会用甲你熟识，是一种真难得的缘分。虽然咱两个人无法度交往，我当然嘛是希望会用继续甲你做朋友。那呢，你就跟以前同款，叫我泰国就好。泰国，你今仔找我来这，是有啥物代志？哦，因为这啦，我感觉我不应该收你的礼物，所以讲，请你提回去。泰哥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送物件给你过生日，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？好了，玉梅，让你失望，我就感觉真歹势啊，不应该收你的礼物，我的心情你应该谅解就对了。既然你安尼讲。我嘛歹势甲你勉强，啊！不过我送你生日礼物，真正只是希望你会当欢喜。我知了，多谢。玉梅，以后你若有什么所在需要我甲你斗相共，尽量讲，我绝对做个到。你放心啦，既然你都无要给我机会继续跟你交往，我一定找做一个代志，让你无用，
都当作是我对你的报复。啊，太公，啊，你敢有对丽华姐啊表白？哦，对啊，我。我是无直接讲啦，不过我感觉我已经表示得真清楚啊。啊，丽华姐，伊敢有讲，伊愿意接受你对伊的感情？无咧，伊也无直接讲。不过我咧想，伊是愿意甲我交往才对啦。安尼听起来。恁两个人什么代志拢无讲清楚，你敢真正确定恁两个人要做伙？你要怎讲呢，玉梅？即卖少年人对谈恋爱，可能是一通电话啊，一个简讯，就把感情的代志讲个清清楚楚。也毋过我发觉，像我即卖安尼年岁愈大，对感情的。却愈来愈含蓄了，唔敢真正把想法拢讲出来。也不过虽然是安尼，对方是不是心内有你，你眼神都看会出来。这就是人伫讲无声胜有声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应该了解就对啊。我了解。丽华，啊，拍摄恁在讲代志哦，我先等下，我等。丽华姐，免啦，我甲泰哥的代志已经讲啊差不多啊，我连明天要走啊。啊，丽华，啊你买什么来？点心啦。哦。可小姐，我带来做伙食。免啦，我还佮有其他的代志。我听阿泰哥讲，恁两个已经正式交往啊，恭喜你！多谢。泰哥，安尼我先出来。泰哥，你先吃，我处理一下。好。你一定是要来问我，是安怎有掌握甲你讲遐个话，让你去误会我甲泰哥的关系？柯小姐，我唔是这個意思啦，我嘛知影你足欣赏泰哥，这我承认。啊，不过我嘛无骗你，我讲阮两个当日交往，我安尼做，嘛是咧清楚我家己的感情。所以，我才去制造对家己有利的机会。人若是讲到感情，拢是自私的。假使你若因为一点爱我来甲你下死的，我真正做袂到。无啦，我无需要你甲我下死的啦。其实，我顶多是足欣赏你对感情的态度。今仔若不是讲你出现，有滴卡，我阁一直躲避我家己心内想法，唔敢接受泰哥。所以你甲泰哥因正式交往，是我甲你斗三工的。既然我有勇气去争取我家己的感情，我都爱有勇气。面对输赢，即马输啊，我都应该勇敢面对。看到泰哥，应该伊家己介意的人做伙，我真正替你感觉足欢喜的，恭喜你！我先来走，再见，再见。
明星哥，啊，咱店面不是有人会送虾来？今日哪会专工要去渔货市场买啊？进前跟咱配合迄个头家哦，互因后生才去美国友好啊。咱今日要找一个新的厂商来配合，你跟我食鱼啊？嗯，我较爱食牛吧。我妈讲吼，我就是无食鱼啊，头壳才空空啦。还好啦，还好。哎，食鱼啊真好吼，鱼啊内面欧米伽水对人身体真好。欧米伽，明星哥，你莫自家讲自己啦。啊，今个我有迄句，伊说什么说吼，我甲嘴齿拢拍角啊呢。欧米伽是英文，唔是日语。哎，正东啊，你真正加食一寡鱼啊？是英文咯。小路，你的体力真好哦，透早四点我就来搬下，啊，你拢讲做到遐暗才下班，安尼你敢睏会饱？我唔那体力好，我运气搁较好呢。市场人拢真照顾我，有钱通赚哦，拢会报我知。哦，安尼今日的工资我先付你吼。头家，多谢你。啊，明仔载你再过这个时间再过来，吼，啊再过来替我搬下。嗯，我知影，头家，多谢你。好，你继续无用吼。好。这阿妈，互你早顿去食。啊吼，小宝一个身体爱顾，唔通拼过头哦。好，我知影，多谢你哦。头家，我饭拢煲好啊，啊我等你哦，我要去别个所在打工啊，我先来哦。哦好，啊你还细你呢，哦，好你真辛苦。好，我知呀，多谢你，拜拜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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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细你哦。好，我知。拜拜，拜拜哦。老板啊，啊你这会什么时候进的啊？哦，老板啊，你内行的呢。你才才进入来呢，你哪有介意哦？会当算得较俗的，安尼哦。嘿，你讲看卖。多谢哦。啊，来啦。啊，这有青啊。啊，我哪只衰啊？竟然伫只拄着长迄个大叔。哦，你的鱼啊拢新鲜呢，啊，你麻烦你一个再去九点之前哦，上来我的餐厅哦，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无问题，我定准时甲你送去。多谢哈。喂，哎，啊哈，歹势，我先来算哦。明星哥，不能先讲冻掉的，我是去刷车啦。好，好。等下，我就甲冰家倒伫你个头壳顶，提醒你以后莫个站的是一头热，想要做好人好事代表。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啊你不是张姨嘞？啊来坐咧涂骹，来啦。唔免你当三工啦，我家己会起。哼，我安尼讲，你也真正甲手收转去啊，都无品。来。
你足奇怪呢，你到底有要起来无？你真正是衰神呢，大概拄到遇到不好代志。我感觉你真特别呢，透早就走来市场泡冰角。虽然讲这天气真热，你也无说安尼做啊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个所在是我的地盘，以后你最好是莫再出现啦。啊，我若出现，你会安怎？即个每一代的头家我拢认识，我会叫伊莫卖物件给你，有听到无？林先生，你下鱼你看卖。哦，对，我唔要。安尼哦，以后我逐工甲跩鱼啊送过去你的餐厅。多谢啊。好，我来准备啊。哎，多谢。虽然你讲我是水神呐，也不过我大概拄到你的时阵，运气阁袂歹哦。像张蝶片，我爸我拄到你的时阵啊，我拄好替阮朋友超好一件代志。啊，今日来市场，我拄到一个袂歹的头家哦。哎，你甲看，伊的鱼啊，真正足刺的呢。啊，活跳跳哦。哦哦。嗯。冲啥？使用者付费啊！我给你好运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小费？这个规矩应该是你自己定的啊，吼。这不是规矩，是尝试。就参照你中乐透，是不是应该给投注站一个红包？来，红包给你，贴好。哎，你在偷啥？我看你真忝呢，敢若几落天无睏啊？你乌眼真深啊！你等去煮鱼啊，等上补一下，万一感冒着啊，啊！头家，真麻烦你了哈，无问题啦。无啦，哎，等，喂，哎！先放诶，咱今次分析得好无啊？哦，脚手阁真紧嘛，遐尼紧就去填目录。Of course， 哎，还没结婚呢，今日代志哦，来两早跟传好啊，敢毋是？哎，你看，是这富贵礼盒甲富贵，也是这个圆满礼盒甲圆满啊。这两种看起来都真富贵圆满呢。嗯，哦，两种拢挺好。跟我顺便赶快，晶晶。爸。这样。我搁惊你无伫个。不会啦。你来公司，真济啦。以前恁公司咧创业的时阵哦，我都较无甲恁接触啦。啊，起码恁要结婚啊，我当然要甲关心一下。温度这样，你今日结婚视频哦，啊，婚纱马上订好啊。说来啊，都跟他穿试婚纱呢。哎对啊，我们今天结婚视频啊，到处一见姐啊，啊，免啦免啦，啊，这你决定就好。我这，哎，还国华是讲哦，咱这结婚的代志哦，拢是新娘在做主的，哎，新郎徛在边啊看就好啊。哎，你这新郎无同款呢，哦，拢你咧烦恼的哦。哎呦，爸，你唔通安尼讲哦，有一个代志我嘛是有参与啊吼。哎，结婚代志哦，我来传就好。等结婚以后，你要穿好水水，伫厝里等我，我去带你，好。姐啊，我拄个小平讲，要给伊一个上好、上浪漫的婚礼啊，所以哦，我写一份计划案哦，目的就是要让这婚礼能顺利进行。我来替你看。哎哎，免啦免啦，莫讲啊，我看什么计划案？看你这个婚礼哦，大家真正认真。我相信啊，这场婚礼一定会办得足成功。我跟你讲袂诶，迄时阵哦，是我用三天时间足认真落去写，一定要看卖。好啦。哎，晴晴，总经理，有人要找你。我是检察官，请问哪一位是先知企业的负责人林国华先生？
李贺，好久不见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有人检举你们公司的产品含有药物成分，我们来查扣你们全部的产品。检察官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们的公司产品都有通过检验，而且制造过程都有严格控管，不可能会出错的。先知受人检举的产品检验结果证实了你们的产品含有药物成分。林国华先生，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，说明案情，协助调查。检察官先生，我以前做过警察，我相信林国华绝对不敢做这些违法的事情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？就麻烦你要查清楚啊。我们是看证据来办案。林国华先生，请。你免完了，好，进来进来。把先知企业的文件以及资料全部查扣。是，请。吴大姐。爸，今晚要安怎啊？心脉紧张，等等下，再来看卖啊。林国华先生，你们先知企业的产品是标榜天然美妆保养品，却被验出含有药物成分，这部分请问你要怎么解释呢？我们是做保养品的，我们当然知道一般的保养品要是含有药物成分就是违法，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拿自己信誉开玩笑？这个部分麻烦你查清楚，还我们公司个清白。你的意思是不承认含药化妆品跟你有关咯？当然没有关系。根据调查，所有出问题的产品都是出自于浩大企业。我们在浩大企业调查同一批商品，发现全部含有药物反应。现在我们已经查扣了先知工厂所有的产品，进行化验。你是说浩大集团？检察官先生，我相信那批商品很有可能被他动了手脚。你有证据吗？我现在当然是没有证据，不过我这个是合理的判断。我们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，不可能听信你的片面之词。所以我被人家陷害也是活该喽。哎，你们是做检察官的，你们应该有义务把事情查清楚，要不然我们纳税人缴那么多钱做什么？请你冷静，如果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你是遭人陷害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。但是我要告知你一点，业者未经许可擅自制造以及输入贩售含药化妆品，将违反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，将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一颗1000万以下的罚金。没关系，你们尽管查，反正我是清白的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没烦恼啦，国华还没做有什么代志啊，咱是在惊啥？小兵，国华，安怎？有代志无？无代志。嘿，我是未结婚的人啊，哪能出代志？安那？佮讲无代志，看你拢笑袂出来。莫怪我，甲公司负责人命改做你的。这还你今晚？哎，笨蛋，这跟有什么关系？不管安怎，我拢刚满出来是人事话，嘛不安这一家，我要看一条平常新闻。国华，检察官到底是安怎讲的？伊是讲有问题遐个商品哦，拢是为浩大集团遐卖出去的，所以我伫想哦，迄边个商品真有可能动下手啊。互人动下手，就算讲互人动下手，嘛是要一条证据来证明你是清白的，啊无检察官嘛是甲我来起诉。对了，
检察官刚刚讲你起诉的罪名是什么呀？紧讲啊！伊是讲上当哦，被人判十年啊。杨哥，你免烦恼啦。我们新的证做得端，我相信检察官会还我们个清白的。好了，小平，国华啊，不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，咱对伊都要有信心。咱即摆上庭啊，都赶紧把证据找出来。国华，无咱会当全国当事长，甲咱斗三工啊。跟我想的同款，这浩大集团仓库跟卖场弄成监视器啊。那个监视器画面给调出来，应该就会知啊，问题出在倒位啊。好了，我跟你来去啊，好，来，快进来。把账册资料处理好了后，搁我去银行，应该会付的。签字企业上架化妆品违反添加药物事件越演越烈，浩大集团已经决定将签字企业的所有相关产品立刻下架。来听现场记者的报道。这次签字企业的商品出现问题，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浩大集团的商誉，我们会立即把签字所有的商品都下架，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。违法添加药物，林国华英应该不可能会做这款代志啊！而且出问题的保养品拢在浩大集团，这应该是有人去动下手。敢讲是明道调高设计？花开一时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